you know the program. It's 10 supposedly legendary piano players. Yes, yes. For some reason, I was picked up as one of them. I'm very flattered for that matter.你还来一下吧，我先去大学。人在大学院呢，他在练琴呢。另外一个刚，另外一个那个那谁，那个谁，冈萨雷斯还没落地呢。菲利普，菲利普已经在排练厅里。啊！相对崔时光的笃定，艺术总监刘世坤却在为人员不整，无法正式合练而犯难。 到底这场前所未有的饕餮盛宴能否顺利演出？钢琴元老弗兰克怀着怎样的心情参与到这次演出中来？中国新秀们又有怎样令人叹服的表演？大剧院零距离，稍后继续为您带来音乐盛宴的 十位顶级大师的钢琴之夜，创意虽然完美，但是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。为了便于操作，崔时光将十位钢琴家分为两组，配合着琴筒开始进行封闭式的排练。 1992年1月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，7岁开始学习钢琴。2008年4月，在西班牙第50届哈恩国际钢琴比赛中，经过4轮与众多好手的激烈角逐，力挫群雄，荣获冠军和最佳观众奖。而这次能与9位大师一起同台演出，这个90后的女孩也是兴奋异常。 听说有一段是你们10台钢琴同时在台上，然后要演奏，然后那个我们听说，可能会很吵，可能会声音很大，前所未有的一种表演。你有什么期待？我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种10个人一起弹的，最多就2个人嘛，弹双钢琴，就是难以想象那个舞台这么大，摆个10架钢琴，10个人一起在那弹。我听说好像还是有乐队的。 然后10个人的力量再加上几十个人的力量，我觉得那种怎么讲，震耳欲聋了，已经挺好玩的，就是挺新鲜的，也挺期待的，因为没有参加过这种10个人一起弹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 Tell us about when you first heard about this project happening during the Olympics here in China. Well, I was beside myself. I couldn't believe it. I really couldn't believe it. I had to make a few telephone calls to find out that it was really true. Yeah. That kind of thing only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. Yes, 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collection of pianos you will see on stage, playing with a full orchestra. Yes, I think I'll never see the likes of which again. Unbelievable. They're all beautiful pianos. Quite incredible. 我是刘大师的那个关门弟子。哦，再来。这个比较好。
怎么弹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啊，这样。你这个地方你不弹。嗯。当带着我一人弹，因为这个咱们很难合上。嗯，好吧。此次的演出曲目《洗清中国》长20分钟，分4个段落，每位钢琴家拿到的乐谱都不相同。十架钢琴如何摆放，如何处理钢琴、交响乐队、指挥之间的位置和关系，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们费尽心思。插不进去，插不进去，你把那个推过来行啊？那就把这个调过去啊，就调过去吧。行。哎，等等，咱们上舞台是不是以后把板全拆了啊？在工厂休息10分钟时间，怎么能拆下来啊？能拆，他就得一个销子一拔就下来了。不是，给留点时间。我知道，那我还找那个大毯子搁在地下去。不，他就是他要会，他就快。相比其他几位钢琴家，卡萨利斯似乎显得轻松许多。在他的化妆间里，兴致所致的他还给我们演奏了一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乐曲。Hello.